今天出来吃午餐啊？不要不要不要！怎么不要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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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去刷鸟哈！等一下，不要叫我。拜拜。Yan, 要吃 ice cream 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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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ice cream 哦。不要不要吵我先。Chocolate 的哦，那个 chocolate 的哦，你最喜欢的哦。不要。OK， 我自己吃，不要就算。Yan，载我去 AL 买菜一下。等一下先。等一下，人家关门了，我跟你讲。不得空。你到底在按什么啊？玩什么东西哦？我在玩一场真正的战争游戏。等一下，我拿一下稿先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手游 is a 真正的 war game， 在 Android 和 iOS 上面都很火的 Lot Mobile。在这个游戏里面，你不用发梦都可以成为一个王国的领主，也就是人人崇拜的歹楼。歹楼的工作只有几个：第一，建城堡。第二，到处寻找英雄 join 你的 team。第三，打败坏人或者是怪物，赚钱买武器。第四，训练你们家军队成为最强战士。不然你以为打了我们才走吧？那什么吧，这个名字感觉好像英文的。啥啦，我们这样贴心当然是准备好翻译给你的啦。游戏里面内置有各国的翻译，就算不会英文、不会泰文、不会政治文，都可以join联盟，然后和世界各地的人沟通交流，加入到7788，练习到8899，就可以赶赶时跟世界各地的朋友来一场你死我活了。不用提醒啦，我知道我们差距很远啦。关掉，你又这样我就会退缩了呗。让你们的铁骑踏平地，听我号令，勇往直前，正义必胜。我战斗到了最后一刻。什么？你问我这个 game 会不会闷？啥啦？那什么，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更新加入新功能，刚好今年是他们的4周年庆，直接加入了 Sanctuary 这个新的建筑物。有了 Sanctuary 这个功能，当年士兵打败仗死死伤伤，去了医院发现满了没有床位了，就可以被转送去 Sanctuary， 然后透过艾纳西女神的力量复活他们，厉不厉害？那另外一个新功能呢，就叫做 Quick Use， 就是当你很懒，一个一个按使用资源啊加速的时候啊，你就用 Quick Use 这个功能，就可以一次过帮你计算你需要的资源加速数量，你就不用浪费时间一个一个按了咯，省时间。总结来讲呢，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手游，而是一款真正的战争游戏，结合你的手、你的脑、你的远见还有你的野心的一款游戏。好了，游戏快速解释完毕，有两件事情要告诉大家的。第一，就是恭喜 Lot Mobile 成为了 App Store 的 Feature Game， 耶，鼓掌，拍手。第二，就是我要和 IGG Lot Mobile 合作送出充值卡了，而且是总值500 USD 的充值卡哦。那怎样赢取呢？只要你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，然后在留言那边留下你的 Game ID， 就有机会赢到咯。好，大家加油，帮忙分享出去。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，我是可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